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宏观战略。已经跌几天了，大盘连硬生生的从24000跌到今天只剩多少了？我这么提醒大家好了，大盘是从前年的12000多点涨起来的，涨到今年的最高24000。我问大家好了。去满贵点，好，我们不要从最低点那时候去算嘛。我说涨10000多点，你们觉得回个1000点算多吗？回个2000点算多吗？当然了，对于手上握有全职股的，他会觉得说，这不要说跌1000点，我看连500点都受不了了。因为这种行情一下来最惨的一定是全职股，法人只要稍微调节一下手上的持股。那个持股啊，指数一定是像今天，你看6600多点了、那当然，就像我今天车牌所写的，大盘的救星是谁？台积电了、那反弹的要角是谁？千金股啊。这个论点我在去年我其实就提过一次了。那为什么这一次我要重新再跟他提？理由很简单，你还要看盘啊。投资者，你要知道啊。今天这些涨停的股票，其实我跟你说没什么小路，你知道吗？你看今天几乎的 能源股啊，你看什么云豹能源、达能啊，这一些对不对？都跟能源有关的。只要最近一直跳电、停电，这些股票就是涨啊。你也觉得很奇怪，对不对？为什么大家越喊没电，他们越涨？因为他们赚的是什么钱？太阳能的钱啊。当电不够的时候，台电就必须要花更多的成本去跟他们买太阳能啊。那当然他们会赚钱啊。苦的是谁？衰的是谁？衰的就是台电了嘛。好啦，这个我不予置评啦。跳电这两天的新闻是的确很多啦。好，这倒不是重点。重点我要告诉大家，就是为什么今天大盘的这个救星是台积电。我给大家看一个东西就好了。好，你看这是大盘喔。这条粉红色的是季线。你看喔。大盘上一次点到季线是在4月份的时候，稍微点到之后啊就上去了。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在4月份的时候，我有提醒过大家，拉回季线反而是找买点，不是找卖点。好，果然你看，好，你看那时候从10000，我们算16000好了，哦，算20000了，我们用这样比较好记。我们从20000点，你看又涨到24000，又涨了4000多点。那你看了再往前更早去看，大家发现到。今年年初的时候，1月份也是点到一次季线，你看也是大涨，又是一个什么千点的行情。好，当然你说按此惯性，有这么巧吗？每一次大盘点到季线就大涨，点到季线就大涨，那这一次有没有可能一样又后面再涨个千点？关键在谁？关键在这一支啊，因为台积电到目前为止，从它我们讲去年的低点起涨以来。他都没有跌破季线哦，他完全都没有跌破季线。那这样看你们可能不清楚，我改个颜色好了，好像改几下色哎，哦，那改白他清楚了哦。你看哦，这是台积电哦，你看哦，台积电从去年从500多块起涨以来拉回，每一次的拉回他都没有跌破季线，大盘还有跌破，大盘够破哦，我们可能还有小破，那因为大盘它还会有很多其他的股票在嘛。好，还有像怎么很多全职股债啦，什么联发科啦、鸿海这些债，所以稍微跌破是有可能的。可是台积电，我们再看一次哦，它是完全没有跌破的。哦，啊，就像那讲，如果台积电这次拉回没有，你们一样没有跌破季线的话，我问大家好了，会不会把大盘给救住、给稳住了？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那。台积电现在毕竟也不便宜嘛，而且大家知道台积电现在这个位置点还是算高哦。哦，有可能有人觉得说不会啦，最好是跌回到900块还是算便宜。哎，你别在那讲哦。所以相比之下，投资朋友，我相信当台积电打回到季线接近季线稳的时候，真正能够稳盘的要角，它不一定是台积电哦，反而是千金股。所以你看哦，今天当然今天千金股也有很弱的啦。你看像这个，
想说要打到跌停板，不过稍微点一下就打开了啦。好，那你看今天比较弱的，好，也还好。但是今天你看这一次就很强。当然，因为它营收嘛，对不对？创新高嘛，所以说今天稍微压回洗一下之后又上去嘛。因为它公布营收的关系，好，市场买单，市场认为有营收它就会有业绩，就有股价上的表现。可是重点应该跟营收是没关系。重点是在哪里？重点是他在低点。安利打个听好不好？我一直跟他强调一个重点嘛。我相信现在市场的资金会更乐于去买这些在底部还有机会往上攻的股票，他不见得敢马上去接那些天上刚刚才正好掉下来的刀子嘛。你看到今天台积电的概念股也是有很弱的，来，我们看一下，像这个旺系，我甚至怕他跌停板，立华。因为这里不便宜啊，亲爱的投资朋友，这无俗啊，还个顶礼拜哇，强诶，强棍的光胜，对不？你看，这里这个价位绝对也不便宜啊，虽然他们不是千金股啊，但是都是跟台积电有直接关系的，对不对？设备股啦，先进封装的等等的。好，所以，投资朋友，今天周老师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去给大家做一个比较？我是要让大家知道一个事实嘛。我们再来看那个，记不记得我分享过这个1736的乔山？恁认为嘞，今天创新高，你们觉得嘞？为什么他今天还可以逆势创新高？哦，是不是因为行情不好，大家跑去运动，跑去做按摩椅了？所以乔山一直在涨，也许有可能啊。但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他们都是从底部才刚翻扬起来的股票。而且都是经过整理，你看这边经过一个大的 A B C 波的整理完之后往上攻，那你说这样子的股票，我还有分享过谁？你看今天银广也还好嘛，对不？今天盘落要600几点呢，落600几点呢？你看，但是今天银广你看，搁经理家呢，一路发，广运马西亚早盘还可以，尾盘稍微压回，可是你看是不是也是一样？拉回做完整理完之后，你看还撑在这里。虽然没有像乔山那么强，但是投资者，我要大家去认清一个事实，就是说现在市场它的资金的流动，我问大家好了，你觉得它这些资金会很快马上流回到那个旺系吗？这些资金会马上流回到什么？会马上流回到光盛吗？没那么快哦。那你说这些资金有没有马上要去追捧这些能源概念股？我讲过了嘛，你现在所看到什么绿电啊，什么云豹能源，现在也基期都不低哦，都没小哦，他们都有可能会复制旺系这种模式哦，爬了来，他们都有可能会像光盛这样下来，为什么？因为都涨多了嘛，主力抛弃，我跟你讲，主力抛弃这些股票的都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因为他现在营造一副就是你看，大盘落到800几点，你看阿哥也在涨停板，他用这种方式在吸引你啊。可是如果你冷下进去看一下，对不对？我们随便抓云豹来看就好了，这个价位绝对不是低档。但是他前面是经过整理，你们看到也是做一个 A B C 的整理，所以大家了解到现在这个盘面啊，流行的股票都是类似像这样子。所以为什么你看我当初去建议会员去买乔山，原因就在这里嘛。他经过拉回整理完之后，砰冲起来，这种情形就很像当初我推荐买什么，细微也是一样。大家有没有发现到这些标股都是有一定的固定模式在嘛？只要这个模式你抓得住的话，亲爱的投资朋友，也许今天跌600多点，你不敢买股票，对不对？没有关系，但是你要把我的话听进去。好，为什么把我的话听进去？因为接下来我告诉大家好了。这个盘面我经过这样观察下来啊 ，AI 它一定还是主流，它不可能变的，它一定还是主流啦，只是说会在哪个族群里面会有串出来的，大家懂吗？就差别在这边而已。所以最大的关键就是什么？台积电一定要先止跌回稳。所以我说大盘的救星是台积电啊。那当然我们知道现在外资还有30000多口的空单，对不对？它要蹂躏台积电到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我30000几口的空单，我不压他，我要压谁？我不压他，我要压谁？我压这两支机手的螺丝，我把亮皮啊！
惊你都惊死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要提醒大家，全指股的部分，即使会反弹，它的力道一定不会很大。大盘不管现在在季线这边能不能守得住，我告诉大家好了，稍微破都没有关系。但是它反弹，接下来的反弹的过程之中，它不一定会涨台积电这样子的股票。它接下来后面涨的这一段，一定是比较能够跟 AI 搭得上关系的，但是基期不要太高的，这才符合整个市场资金的需求嘛。所以我刚刚不是跟他做个比较吗？我说今天我们从千金股就大概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今天四星它可以逆势上涨，虽然没有大涨啊，但是你该想一件代志就好啊。今天落了百几点呢？谁敢拿一张200多万在那边买四星？我这样问你们就好了。今天你哦，就中午你买上低点，一张买260万哦。那我现在问大家嘛，换成是你，你口袋有1000万的人，你会不会在今天拿260万来买四星嘛？我这样反问大家就好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庄老师我敢，我敢买，那表示你空手，所以你敢买。但是对于现在手上有股票的人，他不一定敢再买哦。那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庄老师落了百几点，就算今天四星涨停哦，就总共我扣掉几亿的，我也不敢买股票。那表示你的确是被台积电吓到，你的确是被大盘跌600多点给吓到了，这也合理。好，这也合理。所以你看哦，为什么我说千金股的机会又来？我上礼拜就跟他提醒过了。好，当然这个机会怎么来？亲爱的投资朋友要押对宝啊，也不能随便乱押。我拿个东西给大家看就好了。来，今天的7月22号，今天的手中没有四星的，建议可以买进。10:43发的，10:43在哪里？大概在这里，大概在这里。价位我先贴起来，时间不用遮，让大家去做比对。10:43，我们都在被四星。哇，可能有人想，哇，这是好大，跟老天爷借胆啊！跌600多点了，今天千金股很多也是下来的，居然敢买股票。我说过了嘛，就说今天撇除掉那些涨多的，先避开嘛。有一些还在底部的，我问大家好了，我为什么不能趁现在捡捡便宜？别忘记哦，千金股我是什么时候出掉的哦？大家不要，大家蛮别个记得哦。你看我们四星是在2900出的呢。买2450嘛，2900出的，我问你，我空手为什么不能买？你看哦，顺便来看一下之前这一笔的也可以啊。7月2号手上没有四星的2450买进，7月2号你对，7月2号你加。我今天不是要跟他现说，那个大概小白讲哇，我要买股票，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要告诉大家，有时候买股票就是要稍微忍耐一下啦，就是也许这个点刚买了之后，它不一定是最低点，它只要离低点差不多，我认为就可以了，不用太执着上下十几块。哎，这是几天能把股票的股票，哎，它一跳是10块钱，你有差那十几块吗？没有差嘛，对吧？那你看哦，我们在7月2号那一天一样压下来买的，12号那一天2900出清。7月12号在这里，我还卖早了，后来还涨了，你看最高还涨到3010，我还没卖到高点呢，我们2900就出了。好，少赚都没有关系啦，哦，马上查咋办拿。可是你看它现在打下来，我问你，对于那一些追在3000点来讲，它今天是现赔1张60万哦，如果熊起码几天卖掉细我咋办嘛，对不对？那但是对于我们高档有卖的人，现在是干嘛 ？Q 回来啦。刚刚好，我只是把我卖掉的钱挪出来，再把股票买回来而已啊。大家懂这个意思吧？不要说四星嘛，哦，我们四星出清嘛，哦，你看，包括像力旺也是啊，也是7月2号买的，啊，对吧？力旺买西啊，这两天在修正，啊，哦，这两天修正。可是你看哦，我们7月2号买在哪里？买在这里啊。
那、啊、是不是赚这一段不多啦？好，不多啦，不追啦。2920出十二号，十二号在这里，我记得在这里，也没有，也还可以啦，卖到这个价位我还可以接受啦，细早盘。为什么我今天特别跟他讲，把这个拿出来给大家看？为什么？因为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你不趁现在这些千金股压回，我问你耶，你跟我讲，你想要靠千金股大赚百万价差，啊，没有梦噶，啊，不是做也是做一个白日梦，对不对？真正要能够赚到这种百万价差，一定都是要把握什么拉回的低点卡位。不是说等到股票上去的时候，哇，周老师，你刚刚你有搞我，你有揪啦，你等下我看我有啦，我有看到你在讲啦，但是我又犹豫了一下，我想说大盘跌成这样，能买吗？不然我再犹豫，我再考虑看看。我讲考虑的考虑的结果，吼，投资朋友，这个百万价差就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你再怎么有钱，我跟你讲，你也赚不到、喔。所以你看哦、喔，为什么每一次？我们从五月份开始，你看现在七月嘛，我从五月份开始，只要每一次千金股有百万赚价差的机会，我是不是都公开提醒？对不？而且我提醒你们有百万价差的时候，就是刚好盘在跌的时候。你看五月份的时候，咱看大盘就知道嘛。四月份、五月份我提醒你们的时候，是不是在这边？六月份是不是提醒一次在这边？对不对？是不是每一次都刚好在大盘压回的低点，大盘有拉回的低点，我告诉你，赚百万的价差又来了。啊，是不是让我谈掉？我大概该去，我觉得，投资朋友，有些事情要靠你自己去慢慢的去体会。也许听我讲，你会觉得说，啊，跟高博什么关系啊？反正我又买不起千金股。好，我知道你买不起千金股没有关系啊，但是投资朋友，我要提醒你，这个盘。你能不能进来买股票的关键，还是要看千金股啦。我一直跟他给，我一直给他一个观念嘛。今天有能力买十张四星，跟有能力只买一张四星，跟买不起四星的来讲的话，我相信那些有能力买十张四星的人，他绝对是市场的忠实户啊。啊，你可信哦？今天的四星成交2526张，我们去掉一半，我们去掉三分之一，有可能是当冲的，好了啦。那你看哦，那里面还有1000多张，这1000多张所背后所代表的是什么？请问是有钱人的实力、有钱人的看法，还是他们看错了？大家懂我意思吧？你不信，你可以假设一下，我来准备2000几万，我明仔要买10张，对不对？你还不一定敢买哦。所以，我们有时候从这个量啊的这个结构可以看得出来，你要讲筹码也可以。对不对？我们从这个筹码的表现就可以看得出来，对不对？也许今天底部的买盘不是说很强，但是你看哦，今天这样压回，事实就告诉我们嘛，的确是有人进场买股票的，只是有没有买得很用力而已啊。如果买得很用力，我看今天涨停板了。大家记不记得上个礼拜宏硕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哦，又涨停板。今天虽然没有涨停板，可是你看哦，一打回来，你看这边都有买盘，你们看到这边都有买盘嘞。可能你会说啊，主要是宏硕俗啦，啊是啊，是他俗就输啊啦，啊俗嘛，其实买八几万呢，对不对？所以吼、哦，这边提醒大家，啊、哦，想要赚千金股百万的价差的投资朋友，好、哦，请尽快跟上周老师的脚步，好不好？不是很清楚的，麻烦你打电话比较快，好、哦，或者是你要在 LINE 上面问也可以啦，好、哦，也可以啦，好、哦，好，那我们今天要跟他分享的这一档叫做 AI 我最亮。好，这是一档新的，好，我挑选到的台积电瓦跳的股票了。为什么说它是台积电瓦跳的？凭什么它可以当台积电瓦跳的？回来，等一下回来告诉大家。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迈向20000点新时代，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迈向20000点新时代，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惊喜专线02-8511-3366，85113366。
孤独的。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静心思考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鼎业投顾全心照顾，02-8511-3366。看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您还可以这么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而且免费。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要开始聊这档 AI 我最亮这一档之前，一样要先从君华开始聊。我相信我当初在节目上强调君华的时候，我讲得非常的清楚 ，Core 是十几支，我跟他阿几支啦。好，那买点在这边，在5月底的时候，君华我们在410块这边开始公开分享，也推荐很多投资朋友可以买进。那事实证明嘛，君华从这一波最低357涨到最高869，你看整整涨了2倍多了，涨了2倍多。好，那当初为什么我会推荐君华给大家？其实最主要当然也是因为这张图。你看嘛，营收暴冲，有看到不？营收已经超越去年，算是前年的那个高点了。好，可是你看呢，我们从君华的表现可以看得出来，它的营收跟股价的确它是有随着营收暴冲哦。可是你要去想哦，当它股价越来越高的时候，他们发现到它的营收反而是掉下来。你看这6月份的，反而掉下来很多，对不对？即使掉下来，可是他们发现到股价也没有大底啊。好，股价并没有大底啊。好，我要告诉大家，这不是我今天跟他讲的重点。我要跟他讲的是在这里，你有看到不？当他公布营收大涨的时候，你看哦，就刚好是在这里，就刚好那时候在分的这边提醒大家的时候，你看。他先冲一段，拉回整理完之后攻一段，就是这一段，就是这一段。好，那你看哦，我今天跟他分享的这档 AI 我最亮，有异曲同工之妙哦。你该看，大家注意到这边的营收，最后这一根特别长，有没有注意到？这是6月份哦，如果你跟君华去相比的话，有没有很像？有没有很像？君华是后面是有点掉下来嘛，因为第二季本来就是电子业的淡季嘛，所以它这边4、5、6月稍微掉下来，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波呢，它反而6月份，你看4、5、6月连续3个月都是暴冲哎，反正是年初不好，有没有看到？反正是年初不好哎、欸，那我问你嘛，它也暴冲，结果飙咖呢？那你认为现在这一档股票？这种营收有没有成为标股的机会？加上跟台积电也搭上一点边我讲过嘛，我今麦被走哎，我现在要买的，并不是非常血统纯正的 AI 的概念股，有营收的加持，又有 AI 题材的想象力，当然如果它转型完之后，这些获利都是真的，那阿你讲啦，假设它的获利都是真的靠 AI 赚来的，阿你嘛不得了呢，所以说。为什么我说台积电？这一档 AI 我最亮，台积电瓦跳的，请问投资朋友，原因就在这里嘛？严格上来讲，君华也是瓦跳的，大家知道吗？君华也是你看最近这一些飙翻天的股票，当然现在股价真的有点高啊。你看像今天跌停的旺系啊、光盛这一些，毛都没修啊嘛，对不？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说，我们不偏离主流，我还是希望能够供现在的。台面上的主流能够干嘛？能够形成一个趋势嘛？AI 是主流，好，那我还是攻 AI， 但是我不想要去追逐那一些已经飙翻天的 AI 的概念股嘛。我要的是什么？就类似像君华这样子，今麦都要登帕登哎，在那边打底啊，准备赚这一段，就类似这种概念，大家懂吗？所以为什么我今天特别给大家看君华
的营收，你看它暴冲，股价有没有暴冲啊？真的有嘛？那你说它呢？有没有本钱？有没有成为标股的本钱？我这么问大家就好了吧？营收总不可能骗人的吧？这个公布出来，这个会计师签额的呢？这不是我周鸿自己画上去的呢？所以，请来打主朋友，这个好不好？如果你心心念念，你觉得台积电它就是主流的话，按照我跟你讲，这个换贴呗，好不好？我来带您谈，好，我来带您谈，好，等不及的，麻烦你电话拨通，跟先生助理有联系，好，你就跟助理联系说啊，我被最近周老师做一个台积电换贴，哦，这样助理就知道了，好。那如果你今天好比较不好意思打电话也没关系 ，LINE 群里面也非常欢迎你可以提问，好，有任何不了解不清楚的地方，都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助理进行联系。好，节目最后一起走的，我这个人的操作顺利，我们明天见。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迈向两万点新时代，八八八惊喜价大步向前走，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迈向两万点新时代，八八八惊喜价大步向前走，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惊喜专线02-8511-3366，8511-3366。当股市千变万化，当操盘千头万绪，当机会千载难逢，即日起用1000元体验轰天雷一个月，就送轰动市场操盘秘籍及上课券。千言万语，这次只要1000元哦，请拨02-2365-3255。哎呀，我动作你家己都笑了没有？竟然在厝外想要做人，啊，真在叛逆，嘛是爱家己修理，啊，不是这样，鬼在修理。我之前叫你申请那个包租代管333，其实我轻伤，是333。是包租代管333，就是3税有减免，3费有补助，3年有服务哦。只要打电话，你出门，业者自动找上门哦。包租代管333，保证租。